我们现在呢给大家安排下面。哎，接成败，咱们看见没有？只要我一说话，他们就跟着起哄，成心跟我对话。你们能不能拿下各位安静一点啊？下面呢，我们请陈佩斯、朱时茂为大家表演小品。好，大家。赵老师，没来，还没来呢。你看他没来，也不知道咱们。还没来。真是。哎呦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咱没来空着，空着。哎哎，空着。什么时候来，什么时候演。台上宁可空着，不让我们上台，观众朋友们也不能答应，对不对？对。哎，我得上去跟赵老师掰着掰着。哎，王红。嗯。赵老师那么大的块，你打得过他吗？打不过没关系，咱不带着家属来的吗？找我俩哥去。我找我俩哥去。嘿，程队员啊，我琢磨着呀，这个，哎呀，你说这个赵老师太不讲理，他空着他不让你上，这不是欺负你吗？那你说我怎么办呢？反正搁着我，我是咽不下这口气。你呢？怎么办？你得跟他讲理呀。我哪说得过赵老师啊？你说不过，你们家没别人了，哥哥、弟弟、姐姐、妹妹都上。对，我找我弟弟和妹妹。走，程队员，走你。好了。来观众朋友们晚上好，这个是我妹妹，这个是我弟弟，今天呢我们三个人为大家演唱一首著名的忆梦闪小调，给嘉奖的父老乡亲和在座的各位父老乡亲们拜个年。发财，万事如意。阿正儿月是五红灯照，阿红儿灯照的月儿小，夫妻双双道祝福呀，吉祥如意，新年好。阿国阿国请教使命照，阿欢阿欢嘻嘻把春闹，春在你的怀里蹦啊，春在我的心口跳。阿月阿月正月花正好，看那春的喜悦上眉梢。阿正儿月是我闹元宵，阿月儿笑对着月儿笑，夫妻双双和心春呀，好比一对迎春鸟。阿爱阿爱春的人不老，阿梦阿梦春的知多少，春天来了快播种啊，今年收成一定好。阿里阿里心里握手巧，让那春满天涯尽芳草。
唱得老亲切的。如果唱家乡歌呢，阿拉两阿哥比我唱得好。我来想到想，这是我大哥，这是我二哥，我们三个人给大家唱《拔根芦苔花》。正月十五呀呀，我们兄妹元宵夜给大家来拜年呀，祝愿家家姐妹们青梅歌声甜。春风那个忧郁，雨杨柳那个懒摇，春雨那个忧郁，秋黄凯，黑龙江电视台的导演，这是我二哥黄晓峰，舞蹈演员。不过现在这体型可跳不了了，再发展发展就得改成相扑了。在这里，我们给全国的电视观众拜年。正月。是亲呀亲一阵，台上台下笑声不断呐、啊。我要是唱歌就不言笑贫，爱了梅翠花，爱了海棠花。他要是唱歌就不言笑贫。我们今天唱，哎，梁天，你没有弄明白啊！人家是家庭接力唱，你说咱们这个，哎，富丽大姐啊，咱们姐夫来了吗？没来呀，哎，我们弟妹来了吗？也没来呀，那不正好吗？对对对，我演爸爸，我演妈妈，我演儿子，那是差着辈分呢，挨不上啊！哎，挨着上啊，有钱一块拿，油盐酱醋茶，对。酸甜苦辣味，父母儿女情啊，这歌里都有了。那咱们就唱一个《中国老百姓》，走，换服装去，换衣服。学兵，七十二行当。
诚，千千百百奔前程。中国老百姓满心是至诚，中国老百姓越活越年元宵晚会的节目，借这个机会我们请李鹏总理讲几句话。在这全国人民欢度我们传统节日元宵佳节的时候，我谨向福建人民，并通过你们向全国各族人民、向港澳同胞、台湾同胞、海外华侨华人致以新春的问候。我衷心地祝福大家身体健康，事业顺利，阖家欢乐，祝愿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繁荣昌盛，人民幸福。那双黑眼睛人也不也不灯也不也明，越活越有精气神，千千百百奔前程，满心